这字条是凤凰落财神，绅士，不好。这里就是财神阁，不知主事人是谁？商会重地，非请勿入。一切以商会。大家听啊，流沙门即将进攻财神阁，做好准备，沉着应战。对商会不利的都不能轻饶。踏遍千山看斜阳，士为知己者死。踏遍千山看斜阳，守住墙口，不给对方可乘之机。镇南的流沙门打手不多，此次围攻目标是财神阁，请大家前去支援。Thank you.
腿上颊了，奴家先回去。金银财宝，兄弟们，尽情的杀吧！是否检查过尸体？总管身上并无昆宫反应节，应该是被流沙门之人拿去了。他们的目的原来是财神秘库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这里交给先生了，奴家这就去追回昆宫反应节。该死，还是功亏一篑，一定要把秘药追回来。这祝海功力居然如此深厚，你已受经脉内伤，坐下别动。你内力不足，无法抵挡祝海的劲力，导致体内经脉受损伤，以后需勤加锻炼经脉，才会有真的长进。在下已打通你的丹田和人脉，以后你可从丹田开始依次充血，持之以恒，必有所成。你伤势已无大碍，后会有期。